台南市的大内区是全台湾最大的酪梨产地，当地居民务农居多，而且民风淳朴。最近一年来，志工每个月定期到访，把欢乐带进来，分享乐活的重要。开心的是我们的大内健康快乐合唱团可以来表演两首曲子《刚多雅木》，另外一首是《天鹅湖》。和声合唱不输专业，成员都是区长、林里长和李明。主声、主这啊，一直以来吼啊，拢伫阮大内遮吼啊来深入来关怀啊，阮的部落啊，阮的迄个独居老人吼。看叶明啊，哦，主这吧，老目屎啊，紧嘞，甲讲两句啊。哦，袂歹袂歹，甲大声，大声点，甲大声。哦。感恩啦，感恩啦，我十五年陪伴啦。阿公公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啦。哦，袂歹哦，阿公我来。抛开乡下人的羞怯，每一对老夫老妻大胆说出爱，志工手机录制影片做见证。他是个爱家的好男人。咱的师兄的分享啊，真好，就讲吼，爱要及时。这几年来陆陆续续送出五六百张。帮这个老翁阿婆啊做一个记录，哎，啊，送因相片。社区关怀深入邻里，温馨满满。那我们的杰阿拉跟乃真的里长，他们都能够这样子的共和哈，把这个爱都分享出去，那社会一定是会非常的祥和。台新闻郑善美志工李柏成台南报道。